老战让爸爸的秘书亲我一口。你亲我一口呗。你有毛病啊，这是办公室啊。办公室咋了？亲不亲？不亲。不白亲，我给你钱。多少呀？200。哎，100行吗？你对半砍啊。那这个东西只要感情到位了，那不是钱能解决的，对不？行不行？行，也是。50行吗？哎，我饿了，一会儿我还留50块钱叫个外卖啥的呢。行，50。哎，不行，算了吧。你耍我呢？你想亲呐？那不然呢？200。200先到100。那算了，我就200块钱，我就这价，我走了。什么？回来。咋的？要不咱俩换个地方吧。